今天天崩开局啊，一上来就掉了一个号，应该就这两兄弟掉了，长山赵子雄还在，山村老熊掉了啊。只要到周五周六，这两兄弟就轮着掉。不过还好啊，只掉了一个，我们那么也就还可以能抓吃活。我们之前7500万游戏币收的高魔星虚弥化魂，1000卖掉了1100啊，是这一只啊，高魔星加虚弥的。这个广木也是收的，这个广木是5000万游戏币收的，但是摆了很久一直没反应。我决定把这个变异童子给练起来啊，把这只吸血鬼给它淘汰掉，不要了，吸血鬼修业点给它吃上去就行了啊。得了14万储备啊，8万储备。今天一点了还没抓上吃果，昨天打了个乌鸡给它鉴定了啊，10个都是乌鸡点化，来个碎心。哇，兄弟们又网络错误了，长山赵子雄又掉了吗？果然，我就知道野猪拉闸，拉闸，拉闸，拉闸。葫芦宝贝，嗯，可以，魔力套的项链啊，这个好，拉了，黑长老要拉了，庞斯镇拉了，就看这一双鞋了啊，碎心诀，唧唧歪歪，拉闸，好好的六开，玩着玩着变成四开，嗯，难受啊，兄弟们。又是四开抓赤国的一天啊，没有天阵法伤他也秒不动，才秒800多，有点难受。三技能可以，1.285，打个一。今天的第二只宝宝是个童子，刚刚收了个海毛虫，哇，1.285可以。兄弟们，这海毛虫怎么样？1.247的成长，1357的攻击。一会儿给他垫了书，找一只四技能的童子给他回了啊，给这个海毛虫打一下书啊，要是他打成了四技能就不合了啊，话放这里，因为这个资质已经够用了。来本隐身，四技能，哇，这盯着一个技能掉吗？嗯，找一只不带合纵的童子啊，99块钱。速度是猛的，防御是猛的，就是攻差了点。吃4个元宵，4个能吃到多少？1402，够了啊！来吧，只要出海毛虫就起飞。你给个海毛虫，哇，又是童子，难受了，拉了啊。4908，很离谱，兄弟们，上来啥事没干就摆了个摊，然后就掉线了。长山赵子雄真的是服了，难受了，兄弟们。阿雄洗出来个四技能的吃果，他居然有锁，我热烈的马。山村老熊又掉了，他是知道我长山赵子雄要排上来了吗？啊，走吧你，哎，真的是福气呀！六开完成四开，哇，这个颜色是真好看，兄弟们，获得了一点成就，妙华天女猎手啊，第一个天女呢，我以前我都没遇到过天女，我抓了3个广木吧。这是第一个天女，哇，兄弟们，这个变异池国它是真绿呀，怎么那么绿呢？来个五技能我就原谅你好不好？原谅你了，原谅不了啊，它只有一个技能，但资质很好。刚刚睡了一觉起来，第一场战斗啊，就搞了个童子，三技能还行吧，留着和海毛虫。又一只童子宝宝，宝宝满了得放下，没用，两技能。阿陀一个，没用。五技能，童子宝宝一个，两技能，好辣吧。一睡醒，那个广木850也卖掉了。我们这个变异的童子已经吃到了153级了啊，打算怎么给他加点呢？我给他把装备穿一下。穿上这套装备也不是加伤害的，很拉的一套装备，速度给它加到450吧，
速度450，剩下的全加力量，还要给他打一本书，打一本业障。哎，好像有敏捷不用加到450，420就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全加力量。哇，这个业障什么时候涨价了？怎么涨到45一本了？买这一本啊，最好是把连击掉了，不想要连击，那你给我掉连击。这宝宝还要打一本吸血吧，没有吸血怎么玩呢？感觉这个敏捷不用打了，但是买都买了就给他打上吧，吸血加敏捷。刚刚洗了一个三技能齿国，他领悟的啊，奔雷咒没滋滋了。不要掉业障，谢谢哥。可以合作没了，再来一本吸血掉连击。我不要连击，敏捷又掉了，算了，就这了。总之这个宝宝还得升级，他还得升30级，速度他也比大唐快就行了，大唐只有380的速度，给他弄成一速就可以了啊。1500吗？咋那么拉？他打2000才行啊。问题是才153，他不得经验，要升到155东界才给经验。我再去整点耐受点。我们帮派打造明天就160了，我还需要2000点帮供才能点到160打造，我得把储备帮供全给它刷出来。龙宫号刷厢房还是给力的，你看秒1000多，比在场景秒的还多。一回合啊，一回合就剩2个小怪了，三技能吃果给它丢上去啊，333。吸血鬼我也给他丢格子了，刷了一下午的帮供，拢共刷出来1000多帮供，因为他储备帮供每天只能刷500出来，就说今天就没有双倍帮供了，就不刷了，来学一下打造抓吃国去了。哇，只能学2点，刷了一下午，难受。明天中午12点就开等级了，我会不会点不到？这个号才145，拉了拉了。这个146，这个147还好。OK， 点到150了，看一下150到160还要多少？还要1500点帮供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刷口袋建设吧，口袋建设能刷1000帮供，然后明天再刷点厢房就够了。有点溜啊，大唐没打血符，要被他打挂了。还好我们是刚刚打完帮仗出来，身上全是药啊。给童子改下名字啊，还差6个齿国。这个是个野的，抓到了。这个三技能等格子上面的齿国卖掉了，我们又给它挂上去。明天就开160打造了，我们也可以多做点160灵宝。神兵啊，就做160的82点活力。估计明天能摆个20-30万一张吧。怎么那么多失败的？1300点，1600点活力就做出来了12张，有点难搞啊这个。不是兄弟们，四技能吃国那么好洗吗？刚刚洗的23分，23时51秒。有2个4了，还有1个3，就买了1个66，你看够买了1个C66，刚刚有1200多万，吃了几个月华，可以啊，留着。过了12点，我也是刷到了帮派建设，但是只刷到了4个号。明天中午还可以刷一波啊，到时候把第5个号刷了就行了。我们可以去把打造点到156去了。一号啊，抢到了4.3个号，一号明天再刷70次。它这个里面拢共是可以刷4.3个号，然后全被阿雄刷了。你看他们刷不到的开始丢盒子了。还好兄弟们手速快，抢到了，昨天刷都没抢到。要是今天再没刷到的话，我得丢多少盒子啊？有个号打造157了，看到没？全部157了，没资材了。